周杰伦直播，辛巴打赏了10000000，周杰伦丝毫没有理。辛巴其实最开始起家就是靠打赏，打赏完之后主播引导关注榜一大哥，加了很多的直播粉。但是周杰伦直播，辛巴打赏了10000000，真的不到几万粉丝，一个粉丝几百块，是个血亏，因为周杰伦丝毫没有理。所以这就是主播引导的重要性。